recording 了。OK， 好，开始吧。来吧，我开始了。你等下找个 like，Let's go。来，打架打架打架，这个是应该很好玩的。没有，我玩了 PoE 这么久，第一次体验的。来，来吧，我们先把全部换成打。OK， 来，看我们可以打多少只怪兽。我们一人打一只，哦，没有锁，靠，你都不是我的，喂，救我，喂，救命，不会死啊，救命，好多啊，跑过一下，你不要玩了，喂，打嘞，喂，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哇，痛，哎。哎，救命！打中！我老远都不给我们学不过来。拉开距离，拉开距离。学不过来，太多了，太多了。救命啊！啊呜！你看我要死了，他，我要打死你。你还有多少格血？打死一只。有，我有看到加经验值了。不过我没有学到进程了，老中，我不要死，你我不要死，我还可以。我没敢玩 hardcore 了，我有点痛。hardcore 比较容易掉金装啊。太多人很痛，你怎么躲人呢？你进去有哈？啊？你进去有是吗？我进去了，我还在这里，我还在。太恐怖，太恐怖呀！这个很难玩啊。因为两个人的关系，太恐怖了，血太长了，快点快点掉金装！我不可以啊，我要进城了，我要进城了，到我进城了，哇 ！OK， 再来，太多了太多了，继续挑战，你是好刀子，一只哦，我全部在门口等我了，他们过分哦，在门口等我。来来来，锤！啊，可以好，可以好，可以好，杀到多一只啊！快点神技先，第一件事要加血。我以这么拉箭头过来，帮你打没有血的，你打没有血的，快点要神技，要神技，加经验值了，要神技，要神技，要神技！哇！痛啊！等，分开，我没有血，我没有血了。等，我先打那个走很慢的啊！哦，要升级啊，要升级啊！这样子我们不会达到经验值。快点，一只，喂，一只，一滴血，拉开，螃蟹很够力一下哦。很痛。螃蟹太硬了啊！我很搞笑，我们在干嘛？这样子我要打几天才打得到第一关？看我们的召唤了。第一个地图我都觉得打不到哎。可以耶，我觉得。看我们的召唤了。哦。哇，这螃蟹打得很痛。会越来越容易的。这个那个枪很有用，我不行打不死他。快点，我们两个围殴啊！快点，打死他！会升级了，还没有升级了，怎么？87%，回，哇，骷髅头，没有，这个又比较简单了啊。这个也是很痛的，好不好？我觉得没有这样快掉金装了嘞。啊！我要升级啊！哇！是你升还是我升？我们两个都升。等等。那加什么好？加什么好？加血啊！加什么好？
你不加血一定死了。呼呼呼，很多很多很多。给、okay, 欸、我来了，狮子狮子。OK， 一轮打一点点，应该没问题。哪里是一人一点点呢？喂、欸，他干嘛去打你 ？Go go go！ 哦。哎哎哎！不要这么多字啊，给他慢慢来啊。我们在玩什么？喂空手道，我们在玩。越高雷我越难打。哎，干嘛他一直射我？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先。几次会掉金装 ，please。哦、我几次，我几次在，哦，呼呼呼呼，药水就没有关系。我们要不要连药水都是可以带金色药水？哇，这样就很难嘞、欸，金色药水要怎么？打一拳回城一次。哇，也不想多了。哦！太多太多太多！他加空手 damage。为什么追我？我要死了！你会死哦！你会死哦！哦，那一个两level这样难吗？我没有药哎。你不要死啊！你还有药啊你？最后一个。我没有药了，没有药了。回城天，没有回城纸，没有回城纸。哇，十三滴血吧，真的回城。救命救命救命！好恐怖啊！我在玩什么？给他十个出去。我在玩什么？我出去给他十个啊！没有挑战过吗？平常可以拿装备，没有觉得难度吗？现在就要来一个这样了。这个我们是 hardcore 还 hardcore？ 走，再回去找那堆螃蟹。死完了吗？死完了没？对对对对，这边一根。啊好呢！哇，算十八八血呢。哦哦，快了快了快了，回来回来回来，很多很多。我们就是唯有一个人，还是给人家唯有。哎、欸，为什么他还不掉药水给我呢？运气不好。哦，很多很多，超多超多，螃蟹也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回游啊！我们回游啊！哇、哦，这丢火了！闪现闪现，拉出来拉出来！哦，这个不可以哦，这个不可以哦，保证哦，你给我打我要玩的，来哦来哦，对，来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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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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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他这是一个奇迹哦，
等等，出来！这么有，我不要装备。他一直跟着走。你去锤他！你去锤他！我赢他！你去锤他！不！我痛！哇，老爷想打哦！我没有药了要回城了，要回城了，拉远点，拉远点，那、小怪。被拉去哪里哦？我要死啊！我回城先，我没有药了。哇，两个人好像比一个人更有难度哎。肯定啊，血又这样长，怪 damage 又高。呼！我来了！锤掉螃蟹先。哦！要死了！好！可以了，可以打赢他了。OK， 好了，剩下他了。还是兔子岛难接近他嘞。物理学。三。啊呜！我要回春天，你保重。我不敌了，没有药了。可以，他应该还打不死我。太 OP 了，这个王。直接给他 pick 过啊！我没有药，吃药 pick 过，我就死了。呼，他火都冒空了。不可以！要用技术打赢，打一次这样子。哇，他就是没有 CD 的是吧？喂，太过分了！喂，哇！他还有，他到底有几次哦？他都不用满啦，锤呀、啊，锤呀、啊！快点，去死吧！哦，没有金砖啊！哎，算了。你拿了我的 chromatic， 有看到？对，你拿了我的 chromatic， 呼！捡到武器。还可以啦，这个要升级啊，升级了。神经啊，我们这样子玩，天亮了玩不完。打赢一个大王了吗？不错啊。哇，很多，有活了先。最后一个人。打掉一个，我来帮你围殴啊！我一个打三个，应该。你血比我长80滴血还得长。过分。我们要加 attack speed 嘞。没有重，最重要还是要有金装人，没有金装人打个屁啊！哦，上面很多螃蟹。打杀线 ，OK， 来，分开走。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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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升级了，升级了，有些很硬哦。哎，升级，99，一只怪就好，一只怪就好。啊，这个可以啊，这个。My prayers are thus answered. Level 3. 我在玩什么？我在玩什么 ？Yes， 金装。我们在玩什么？哇，很可怜，好不好？哦，很多啊！我会 Legion 了 ，Life Legion。我不会 Legion 呢。啊，可以了，可以省药了。锤子啊！呜呜呜！现在好打一点呢。哇，好像还是一样软的。啊，我可以升级药水啊，掉了一个毛毛，蓝色的毛毛。诶，好像容易一点哦。诶，来。哦，螃蟹。诶，错了。螃蟹。看错了。神经的，我们当时玩，我哭完我血，哦，三个骨骨头，哇，四个，哦，螃蟹，螃蟹太多了，你不要来了，你看我们下来太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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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螃蟹了。OK OK， 快打死第一只先，快。退退退退退 ！OK， 退退退退退！我矿了血。OK， 死了，死了一只。OK。啊！要很有默契耶，打这个。欸，到底 DPS 多少啊？这样子打，3.8哦。你要几高哦？啊，3.8啊！你看你，你看你，我4.13欸。你 Dex 吗？你有 Accuracy 啊？我没有 Accuracy 吗？我会 miss 欸，因为我是 strength 的。没有啊，我点血长啊。你的基本的点 dex 比较高吗？我在吃4吧，欸，我三个咕噜兵。快点吧，掉金装，有个戒指都不错。我们其中一个人有就可以很轻松，就可以很 carry 我们。嗯，僵尸哦，螃蟹。哇，要不要这样多？这个没关系，这个。这个很痛哎，打击。哦，下面还有。我要升级。你有这样快耶？他一般都不到。要死了。不要戒指，我要武器或者装备就好了。戒指不可以放剑。你要吹到尾巴妹你
OK。哇，这样子要放几久哦？我们第一个目标是目标先。哎，哦对。很多，这边很多僵尸。嗯 ，up level 很好的地方。哇，他很过分嘞！打到这样久了，他什么都没给耶。别慌，我们只能带金装。来吧，快点，三金光。降龙币哦。三金光，快点，天降金光，没有啊，再来，天降金光，快点。走吧，这边，赛明显，确定？我不想这样快。Level three 吧，我们。很恐怖，赛明显。我们连武器都没有。赛明显，我要拿药水，跟他讨药水。打旁边的先。他不掉药水给我。哦，打人先。打人先。哇，痛欸，他们有可以追。欸，再来远点，那个准备走过来哦。好，来。准备可以慢慢打。没有的回血，哦，越打到很痛。就那个冰王怎么打？那个冰王怎么打？想办法哦。刚刚那个火都可以。我们没有 portal 嘞，没有 portal scroll。他死了你！这个上面，一直爆！你药水恢复了吗？差不多，也是用很快。慢慢走，别这么快。嘿，这边有多僵尸？哦，螃蟹了！推一点！啊呜！很多。总比一点。打不到总比的我。
哇，等等等等等。四个，五个，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就是你了。升级啊，升级啊！OK， 98先。跆拳道的是空手道，现在。快点要升级了！九色器，九色器，九色器！哦，这个死阴天啊！很多僵尸，前面那个、啊，哇，这个硬哦，这个有 energy shield， 哇 ，yes， level four， level four。给我一个房间。如果六个人玩不会怎样？打很久啊，两个人都要打这么久啊，六个人打更久哦。六个人多一点 damage 吗？喂，他打我突然间很痛。给第一个。OK OK， 要走先，要走先。阿莫。我有108滴血啊。我有117。波特波特可以打王啊！波特波特，我没有波特、欸，哎、欸，我有一张，你要打王开，一人开一张。啊，对，我敬你了，你敬我了，好、哦。对。我们再远远开啊！不要再开啊！不要在波特那边打，每次会按错波特，所以我们再远远打。喂。应该是要到了哦，啊，打螃蟹先。你有 damage 啊，我们。你不要停着，还有一只。喂，搞乜嘞？哇，蓝色的。哦哦哦！跑步这样快，这是什么 ？Extra damage， 后刀就跟很痛啊！再拉远点。小只的，小只的。痛，这个经验值很多，可是很痛。没有药瓶啊，我不明白了。
我可以回去买吗？用我仅有的。我们不可以用箱子，我们是可以用身上的背包 ，OK？ 啊？这样子更有挑战性。我们不可以用箱，不可以用箱子以外，就是身上以外的东西。身上以外的东西？你在讲什么？我们不可以用身上以外的东西，就是你身上的钱。你不可以拿箱子，里面不可以放箱子。我。哇，半个小时了，我们这样子，这样子飞。可以，打完这个就可以收工了。休息一下，真的太恐怖，哇，很多。哎，不要这样躲一起，不要这样躲一起。螃蟹先，螃蟹先，螃蟹先。螃蟹啊，螃蟹走快啊！来，他一个第一个来就先给他走。OK， 来开始。我有雷剑，我有雷剑。我也有雷剑。零点四吧。太多太多。我应该比你高。我觉得我们很接近那个了。接近我。大王啊！嗯，打下面这个啦，一直。下次。我的 region 是多少？Life Legion 0.8，我0.4吧，还是要用一关药。好，还祈祷。哇！Mana Flux， 哇啦哦 ！OK， 我接受。来第一次，我会冰冻。两只，三只，打人先。OK， 来。哇，那个走路这样快的，又来！来，推一点。他到底有没有在回血哦？很慢啊，不会回血啊，0.88%耶。海附近有没有怪？汪！我看到汪了。我看到汪了，打死他先。应该还好吧？这个不是那个火的。真恐怖！哇，三个！打人先！我们要很有默契啊！哎，他在哪里？他一个人来。太多了！对 ，OK， 先打杀先。哇，真痛了！对，慢慢啊，又有人了。OK， 这也太多了吧？过！四个哎！
OK。哎呀，来来，准备。来来来。哇，这个应该很恐怖。好，看到，来来来来来来。OK。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打一下，来打一下。来来来来。锤呀锤呀。OK， 来锤呀。OK， 到我。没有锤一下。被他打中就好。哇、哦，痛！好，有药了哟。我快回张给你。OK， 回张那边。直接拼好了，按药水给他打过，一人前后前后。哇，暴击！哇，不要打到这样我们。哎哎哎，我灭药水啊，我灭药水啊。我们回去再来，回去再来，回去再来。不要进错啊！好，来来啊！来来来，一千药我来一个药，这个混着打着。不要走！去去去！别让他跑！其实也还好啊，没有很痛。第一个难度吗？以后要讲完了，我不知道哎。这个是最简单的，来吧。打死他，我就有大罐的药水了。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我的药水，我的药水，打不死他！我咋不会死了？我给你讲长命了。要死要死要！打死他！螃蟹 ！Yes， 快点快点，给他死！王者剑！喂，很多螃蟹，救命啊你！Let's go， 清完这个门。啊，我们才 level 4啊，真可怜啊！这边僵尸。这是两妇女的故事。啊？两妇女的故事，拜金妇女。不金不穿，拜金不宁，救你了！给嘞，这样子玩得下去我们。这样玩得下去？应该玩得下去的，感觉上了。可以啊，等我们很tank的时候就可以啊。只是要花很长时间打爆。要练 level， 我觉得要过完第一关还要蛮久的，应该要好几一个月吧。我们没登场啊。刚才有东西看吗？可以啦。哇！哇！好哇！死人了！打人打人打人 ！OK， 你又搞什么？我没有搞东西，我怎么进行跑过来了？
我喺度啦，喺度啦，喺度啦，喺度。哇！随便啊，听嘅。走出来。喺度啊，喺度啊，喺度啊。可以锤就锤吧，后面那个，后面那个。可以啊，四只吧。我们已经很痛了。这样我们破完三个 egg 不是有10000血哦？第一个难度10000血，就不加血。OK， 来，这是什么僵尸啊？啊！可以，上面有人。戳他们先了。打他先，打他先。这种慢的先打掉。这我一直 miss 了。哇，很痛掉我们打人。正经，我回血快，我听一下。螃蟹，螃蟹。螃蟹，退一点，退一点，退一点，很多来了。我把他们拉开一点先。我打后面了，两只吧，这边。他们过去那边啊，小心啊！有啊，还没有到我这里。卫生机耶，我那个打。哎、欸，你搞定了没有？快来吧！来了，江少啊，我这没有药了啊！我还是满的嘞，我要。终于 clear 完了，终于88现在要升级一下嘞，不然不爽。去外面找去。哎，行了没？哎，不要再打那喷火了喂！没有，打干嘛？我们是打 WWE 的，呵我要金钻，给我掉！几率好低哦！哇，罗僵尸这边你还会升级？哇，多！两个沙佬在这边这样子玩 PoE 挑战吗？人家一个人打，我们两个人打嘛，难度高点。去死吧！还有，还有 ，yes， 可以升级了。96,98,000吧，我们。为什么还要打多一个？还要打多一个 pack？
我觉得先回去拿药水吧，因为药水很难存活啊。这边有，这边有，这边有。喂，两只，取出五八针。好，走吧，回去领奖励先。94。还是要升级了才回去。看有没有怪附近，应该没有吧？应该是一抽而已。啊，这边有，这边有，这边有。没有啊，回去吧。啊， yes. 我们又回来了。嗨。啊，剑没有用啊，回血的比较重要。回血比较重要。满剑没有用啊，什么都不会装啊。那些 op 的不能来做墨，不可以用箱子啊，身上就只能带这么多东西啊，不可以用箱子啊。哎，没有箱子的嘛，可以用箱。好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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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不可以用箱子很难嘞、欸。哎、欸，等一下，我要带什么东西出来？给了，给了，给了。用箱子一面就好啊。对哦。啊，一面就好，只可以一面啊。这样我还可以接受。OK， 来，走走走，我再回去。来吧。哎、欸，我要买，我们要买多点回城池。买多一点卫生纸。我没有哎、欸。没有卫生纸，两坨。没有，我没有那个，我没有化验纸，买不到。我这个买一张哦。笑了，我们这两个，往下一个地方。来吧，走吧。对啊 ，level 五啊，去那边。两个傻老人。不、哦，这里是没有。回城了哦。是啊，这边的比较痛哎、欸。哦，两个野兽，哇，这个痛！喂。就这吧。哦哦哦！推眼推眼推眼，太多了，打不死了嘞。有没有这样硬哦他们？Yeah! Comes clearer. Yeah! Each bloody step. Hey, 你要死在里面。不要我死，我也没办法啊。有 medium 的大王可以救命啊。这是我们两个人玩，下次我们看谁要 join 我们。啥了？我们回来用拳头带他一起过。我们也是拳头打出来的吗？是不是？也对啦。哦吼，这边很多僵尸。来了。这轮应该回血很快哦，有0.1哦，哎，有1.0哦，回血速度，我才0.8哦，
没有阿莫，我们就。Oh, 你血应该比我长哦，129。我120。你有个加 damage， 不要僵，打到何年何月？哦哦哦，走走走走走。五只罢了，不用怕，杀。上面讲谁哦？跟你先打掉这个，这个比较痛。有大罐药水就很好了，最容易死了。可以啊，可以站着打。三罐药水啊，可以啊，站着打可以啊。轮流按药水就可以了。这对面太搞笑了吧？4.03哦，你能打多少嘞？3.8，我有可能是3.8。我没有好你，然后哪里去哦？因为4.03，你多过我25%呢。啊？你多过我25%，18%。你的 DPS 高过我18%，我看到箱子了。Yes， 我的 score， 他救了我命一命。哦，痛！我每次走旁边，我们不是要去中间的吗？我觉得先打完旁边的先好一点。这边的网难打哎、欸。有mana不可以用是什么东西？我们现在要修行，从无到有。哇，第一个 stone axe。Yes。嘣！第三个打更痛。我那只大王要怎么打？我在想，我觉得打不过哎，不过他锤了，不要打了，我们 skip 掉了。我的回血呢？1.3，现在回血速度是1.3，我0.8罢了。有啦，比我们预期中的好一点，没有这么难。我预期中我觉得连这边都走不到来的。我预期是连那火都过不到。啊，我预期是我们会被那个火的打爆啊。这边好一点了，熬过了前面，熬过后面了。现在基本是不用熬，就是我们是要一直在按雷哥就够了。打到你的金装掉，这个就是传说中的MMORPG。我们可以打到这边已经是传说了。
那个人会跌紧张，拜一下神灵。看他几十亿跌紧张。Black storms descend on us from the north, unnatural tempests of rage and hatred, lashing our backs, tearing at our houses. The rain is shot with shadow, it withers our crops, sickens our livestock, and the wind.The wind carries with it a restless spirit that breeds melancholy and madness. A spirit that creeps through our dreams, weaves tales of misdeed around our resting minds. 站着打啦！这关的赛米圈有点难呢，因为召唤小怪。我觉得可以 skip 掉先哦。是啊，我是觉得可以 skip 掉，应该打不过。等高高 level 一点，有装备再来挑战。有装备是何年何月不知道。装备呢？哇！好哎，这个很多经验值，给他们削了过来。先打那个跑快快的那个 Faster attack 闪哦闪哦闪哦推点推点推点加快速度的装备推点再推推推不能站着打、啊、不能站着打这边很痛我给讲快啊！妈，他们走路这样快、啊？发什么？他们加速了！哇，这么多只啊！打你先！哇，打两下没有扣血啊！等打、啊，上后面。神啊！哎呦哎呦哎呦哇这什么东西怎么他们有 enduring 快啊有没哦我 lag 了没他们一般 DC 你知道几险吗没有啦我要讲打赢我没有药水啊我不敢跟他们硬打啊好我开一个波特先这个应该要吃波特了这个真的是要吃波特了这应该是要吃波特了死了一只哦哈没有一直都没有吃到不是有六只的吗嗯不是有六只没有没有一只都没吃到哎你不要再去找那六只啊我来帮你先解决一只哦哇很多经验值超高了这个经验值我们在干嘛、啊打死他！打你后面那只！他为什么？这种声音很吸引人，你知道吗？哇，痛！不过这边可以吃药水，要么死要加很多。终于打死了第三个在哪里嘿嘿、欸、不可以去这里不可以去这里这是瀑布瀑布瀑布大王在那里我觉得我们打不哎、欸、我觉得我们可以打他咧打不过咧他的毒很痛咧、欸确定要打、啊？我们都开波，
可以拉过去哟。啊，把他拉去波特附近那边打，我们回去吃药水再来打。把他拉过来。还有小怪哦。哎，哎，不是这边。这里不是。僵尸，僵尸。啊，不用紧，先打了。哇，我们这样多血了，超难打的哦，72%了。他嘞，快点把他引回去那个波特那边。这个我没有信心打哦，这个标。王应该在这边吧？团秀，哇，这么多！哎、欸，你不要去，我现在有王。没有了。这会打比我慢的。他们好像有感而发，打得很痛这样子。是啊，看到我没有装备就欺负我们，会有很多只在上面。叮叮，蓝色的，为什么？喂，我要升级了。我也是。要升级了。89。打不到王欸。我觉得应该要打他，我们已经开了波特了。他找到了一个野。找不到他先。应该在上面，不在这边。我们可以tank那么多下啊，不错啊。如果有武器，我们应该到了第二关。没有这样快啦。上面，上面，上面。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哇，有僵尸！吼吼吼，退退退，波特波特，痛哦，他的毒，痛哦。我的波特在哪里？下来，
对对对。啊 ，OK， 差不多了。打，喂。喂。打。来了。打。哇，这几痛啊！腰都不够补。哇，痛哦，真的很痛，真的很痛。可以打赢耶。啊？可以打赢耶。可以，肯定可以。等，没药了，没药了，回去，回去。我现在没有药。我也要跑回去，我不顶。哪一个是我的啊？一样啊，一样啊。出来的时候不要惊回自己就可以了。会掉金装啊！一掉一个，如果这时候他掉一个 kill 的话，也没有用啊，不可以买啊，一定要自己找到啊！哦，不能这样，可以买吗？不可以买，买就不好玩了。一定要抓到的。等你救命啊！这边三只怪。开掉个门，我们先休息先。啊？开掉个门，我们先休息一下。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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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诶，哦。空手不管用什么角色都一样啊。对啊，我听我听，我不要听啊！现在我回血不快。我回1.2。我肯定快过你。我刚刚奥了加1%回血，这你很快，我多一个 level 就1%了，2.6。耶！回去拿一个不可以装的 skill 键。啊？回去拿一个不可以装的 skill 键。耶、yeah. ！回城了，回城。休息休息。耶耶耶耶耶！终于可以回家了。熬了很久，你知道吗？我一个人在那边熬，拖地了。重点是都不可以用啊，我们什么都不可以拿。Firebomb Bear Trap。你有没有药水可以买？嗯？三个 scroll 啊，多钱呢？两个 score 我可以买两罐，小了。OK， 今天就到这边。